事情呢，现在都到这个地步，当皇帝就是临门一脚了。王莽这个人呢，特别迷信，他就呢以己夺人，就认为天下百官和百姓呢也很迷信，所以呢，他就授意手下，哎，你给我赶紧弄一些府瑞啊，什么琛瑶啊，什么这些所谓的吉祥的事儿吧，你给我先把大伙儿骗骗。结果呢，喜报处处传。广饶侯刘京就上报了，你看这人还是一个刘氏宗室，哎，我们齐郡啊出现了新井，呼啦一下，地下就自己出现一个新井，挖都不用挖。车骑将军扈云就说八郡出现石牛了，太保王顺手下呢还有人报告说扶风啊出现有文字的石头，对此呢不顾路程遥遥，多远没事，王莽马上派人把这些造假的东西全部迎接过来。摆放在皇宫之内的大广场上显摆，你看，就是因为我，天下出现了这么多好东西。而后呢，煞有介事，王莽就向姑姑汇报工作啊，详细说明这几项祥瑞的发现过程。于是呢，接着就说，你看，我啊要开始改元当真皇帝了。这一说呢，老太太一惊，哎，王莽马上解释说，我这个皇帝呀。就是啊，等于是替这个刘家承担管理天下的责任，我是苦主啊。等孺子婴就那小孩家园福成人的时候，举行成年礼的时候，我肯定再把这地位还给他。这个时候呢，王老太太是一点法子都没有，只得对王莽的奏书呢表示同意。王莽当时的心思呢是人尽知之。长安城内呢，这个时候有个不好好读书的读书人，这人叫什么呢？这人叫哀章，流氓有文化，确实很可怕。他一看王莽做了居舍皇帝了，有事没事鼓捣出这种府瑞啊，来让天下人知道。于是呢，他就起了心了，玩把大的，逛来找去，他花点小钱到工匠处做了几件道具。大冬天的，哀章穿上一身新做的特扎眼的黄衣服，捧着一个铜匣子，神神秘秘。来到刘邦的神庙，呵，郑重其事把这铜匣子就给那管理高庙的官员，官员不敢隐瞒，马上汇报给王莽。王莽啊，召集重臣，打开铜匣子一看，呵，这上面赫然装着两卷崭新的，哎，这样的简书，一卷呢标题为《天地行息金匮图》，一卷呢标题为《赤地行息某川雨》。皇帝金册书，哎呀，这个东西内容是什么呢？内容上写的详详细细，跟群臣一看，就是记载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啊，在天上发话了，要传位给王莽，让他当真天子、真皇帝。除了这两卷这个简书之外呢，哀章还有一个附件，而附件是什么呢？里面有十一个人的名单。其中呢，八个人呢就是王莽现在的大臣，他们的名字在上头。当然了，哀章还把他自己的名字也加进去，然后又胡乱编造了两个名字，王兴、王胜，然后塞不塞不鼓捣鼓捣，和上述诸人的混在一起。这十一个人呢，就号称是老天爷赐给王莽的大礼，派来啊，在地上辅佐王莽管理国家的这种勋臣。哀章呢，如此的五迷三道啊，荒诞不经，这样的造假的东西一看就是假的，哎，竟然成为王莽最终下定决心要当真皇帝的定音一锤。于是呢，王莽率领官员到达刘邦的高庙，拜授金匮册书，就承认这东西是真的了。然后他就铁下心来，表示自己要遵照天意，接受赤帝刘邦的禅让。而后呢，他带着王冠去谒见姑母王太后，大概齐了吧，就把他自己的意思讲了一遍。这阵儿呢，就没等这老太太还有什么表示，也没等老太太说行或不行，袍袖一甩，马上急匆匆回到未央宫，开始宣布自己的继位决定。王莽呢，改国号为新，所以说王莽就是新朝了。然后变易服色，改正朔。什么所有的原先的刘家的那个徽制啊、气质啊，全部都换。至此呢，西汉正式灭亡，受命于天，继寿永昌，
那么自己当上皇帝呢，王莽现在还缺一件的非常重要的道具，但这也不能说是道具，特重要的东西。什么东西呢？就是秦始皇啊，他自己哎当那个皇帝的时候，制的那个传国玉玺。这方玺砚呢，最早刘邦是从这个子婴哎那里缴得缴获的，子婴跪在道旁献给刘邦了嘛。日后呢，汉朝建立啊，一直哎这个国玺，这个玉玺，秦朝的国玺也当作汉朝的传国玉玺。那么先前呢，这个孺子婴他没有正式当皇帝，只是当太子啊，就那小孩，所以呢，这方传国玉玺呢一直在长乐宫王太后哎他那个地方藏着。王莽现在要继位了，就派人到姑妈那里去索要玉玺，老太太不肯啊。于是呢，王莽就派堂弟王顺亲自到姑妈那里去索要。王顺呢是从前那丞相王殷的儿子，为人呢一向还比较恭谨，王太后呢平时也挺信重哎这侄子的。看到这么一堂侄带了一拨人来替大侄子王莽索要玉玺，王太后就怒骂：你们王家父子宗族蒙汉家恩德，富贵累世，既无以报，竟然成变立实，篡夺刘氏家国，为人如此，猪狗不食其余。既然王莽你自己凭借金匮府命做了新朝皇帝吗？你已经改变正朔服制了吗？就该你自己重新去刻个玺砚吗？哎，然后传之万世，你干嘛非要非从我手里要这个亡国不祥的玉玺呢？我是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早晚我就要死了，我就想啊拿着这方玉玺我陪葬，我绝对不会给你们。说完话之后，老太太是泪如雨下。那么看到太皇太后这老太太哭，王顺呢也是悲不自胜，陪着这个堂姑啊哭了好久。过后呢，他跪在地下泪眼迷离，仰头呢就劝自己这个姑姑王太后，微臣呢也无话可说了，但安汉公必欲得传国玉玺。安汉公就指王莽了：太后，难道您说不给他就不给他吗？老太太这阵儿呢毕竟还没老年痴呆，知道既然侄子连汉朝国家都篡了，他还有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呢？知道自己不交出玉玺是肯定不行的，大怒之下，老太太就拿出随身携带那玉玺使劲砸向了王顺，还骂：反正我已经是老而不死的了，你们王家兄弟日后肯定是要被族诛的。王政君老太太最后的一番举止呢，确实说明她呢还是对汉朝非常眷恋的，毕竟你王老太太是人家老刘家的媳妇儿，把持朝政几十年，最后呢老刘家的江山被自己娘家侄子篡走，老太太心里确实不大好受，哎，被王老太太使劲一摔，所以呢，代代流传的这块玉玺依旧是有一块缺角的，哎，迄今为止，王莽自己当皇帝了，自然他要对他的妻子，就是老婆孩子也要进行一番显贵啊。于是呢，王莽封妻子王氏为皇后，这个王氏呢生了四个儿子：王宇、王霍、王安、王林。王宇呢王霍呢事先呢都被王莽逼着自杀了，三儿子王安呢又是个神经病，于是呢王莽就立他自己的四儿子王林为皇太子，而且加封他那长子先前自杀的长子王宇六个儿子呢都为公爵。篡位之后呢，王莽还不忘演戏，他亲手啊抓住孺子婴的小手，唏嘘流泪说：哎，从前周公设位终能父子明弼，我今天呢尚有皇天威命，不能如愿退居二线，只能啊泪巴巴的替你当皇帝了。说完呢他还哀叹良久。当时呢宫里的那些内臣呢抱着不懂事的小孩子下殿了，然后呢跪在远处对王莽称臣。当时呢史书怎么记载，百僚陪位莫不感动，毕竟呢从前大伙都是汉朝的臣子，王莽这出大戏演的大伙儿也是悲从中来，哎，当时流泪的大臣还挺多。说句实话，王莽当了天子改朝换代之后，当时汉朝天下的百姓几乎是安之若素。为什么呢？自从汉元帝以来，政治黑暗，高压统治，人民是疾苦已极，对于汉朝已经全然失望。如今呢，王莽实现了不流血的这样的一个王朝革命，大
大伙儿都翘首期待，哎，新君的仁政，新朝得力之后呢，肯定要大赏功臣。于是呢，王莽就按照哀章造假的金匮内容，一模一样的哎封拜辅臣，王顺当太师，封安兴公，平燕为太傅，封旧兴公，刘歆为国师，嘉兴公，包括那大骗子哀章也是为国将，封为美兴公。这四个人啊，都是位列上公。反正呢，是就是按照哀章那大骗子进献的那个11个人的名单啊，全部加官进爵。特别可笑呢，其中的王兴呢，原先是个城门小吏；王胜呢更可笑，是个卖馄饨的。因为当时哀章他所献金匮中王兴、王胜这两个名字呢，不是王莽从前的手下人，他就只能根据府命在城内哎找了好多个叫王兴和王胜的，然后呢让卦师根据相貌推算，最终呢什么八字啊、阴阳啊、乱七八糟了乱推一气，才定下了这两个人，王兴、王胜，就这两个人叫王兴、王胜的人上应福瑞。那么一番加官进爵之后，那么原先刘氏宗室，就是那些姓刘的、那些当郡守的、有实职的，王莽也不放心，把他们呢皆改封为虚职，就不让他们再在当地主政了。对于政治废物，那个小孩孺子婴怎么办啊？别看王莽在殿上又抱又哭的，他自己继位之后，马上严令宫内保姆把这小孩子禁闭在一个四面不透风的黑屋子里，而且呢，永远禁止那些人和这个小孩说话。因此呢，这个孩子虽然说一直没被杀掉，但长大之后完全就是一个活傻子。史书上怎么讲？不能名六畜，就这孩子一个是不会说话，见着那些小动物什么他都叫不出来。王莽呢也是真是不容易，从公元前22年啊，你看他是一个青衣儒生步入仕途，在汉朝当官，到公元8年当上新朝皇帝，总共奋斗了31年的时间。王莽呢不是曹操，他没有平定天下的功德，他呢又不是司马炎，没有三世持国的这种威权，但是呢，王莽是个大儒家，他有精神力量。为此呢，他人生最高的目的就是要当百代圣君。百代圣君不是一般皇帝就能做到，怎么当呢？改制。王莽改制实际上不是创新改革，而是复古改革。王莽这个人虽然人很阴险，我们前面几章讲了他这个人一路之上大奸大伪，但本质上他也有书呆子这种属性。曾几何时，为了让万民赞誉，王莽通过行政手段使得几乎所有人都得到切实的利益，还实行过这种普惠制。如今呢，这老哥们当了皇帝，为了实现他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乌托邦，他就在全国上下开始了普恨制，不是普惠制了。什么叫普恨制啊？所有他的改革措施啊，基本得罪了天下所有的人，包括四夷在内的所有的人。王莽啊，他等于是一个儒生出身，对于儒家经学呢，他一直有一种过分的迷恋，他就企图以儒家经学为基础，在中国重建一个理想国。因此呢，王莽的改革，不是着眼未来的创新改革，而是脱古改制。他改革的理论基础呢，无论当时还是后世，人们肯定觉得就十分可笑。为什么呢？他改革的这个根据是什么？是周礼。周礼是传说中的一套周朝制度的汇编。虽然说汉朝的古文经学家认定周礼是周公亲自编定的著作，我们后人仔细研究可以发现，其中内容基本都是战国时期那些儒家政治思想，应该是战国时代儒生啊托周公的名字撰写的。王莽呢，自肉习经，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而且呢，他身边还有个经学大师，谁呀？就是前汉的经学大师刘向的儿子刘歆。那么在这位国师公刘歆的帮助下呢，王莽他就是想用古文经学替代汉朝御用的金文经学理论，为他的大新朝呢进行脱古改制。王莽呢敬崇孔子，敬崇周公，他特别把上古那个政治典型周公啊视为榜样和楷模，显然呢就非常的迂腐。当然了，王莽的出发点是没问题的，他企图按照儒家经学重建一个崭新的大同世界，
并想一劳永逸地解决当时一切社会问题。可惜呢，这位王莽皇帝呢所作所为在当时完全呢是开历史倒车，倒行逆施，最终呢使得天下大乱，人民大困。王莽属于那种食古不化那种人，哎，一继位他干嘛呢？他就展开空前绝后的改名运动。这王皇帝是工作狂啊，下令全国地名、官名、建筑名等等名称，凡是能改的全改了。此外呢，国内一切都是遵照周制推倒重来，周朝的制度，呵，事无巨细，连百姓的养生嫁娶、公事封国、刑罚礼仪、田宅车服等仪式，全都改变，按照西周制度实行。那么大新朝的官职呢，也改为不伦不类的古代名称。根据周制呢，王莽开始在国内整个行政区啊，区划改，一改再改，有的郡名一年之间改了5次，最后呢又改回到最先的那个名字了。为此呢，大新朝每次发诏、发公文，仅仅在新名后头注旧名这个工作，就迷费了不少的人工，而且呢，给各地的行政和百姓日常生活带来特大的不方便和麻烦。你想，你这个郡今天叫这个郡，明天要叫那个郡，最后又改回到就原先那个郡啊，这些东西无论是行政命令还是老百姓，这都麻烦透。因此呢，慢慢的，无论是官还是民，都对此厌恶不已。官制方面呢，新朝的中央设置了四府、四将、三公、九卿，还有六监。接着呢，王莽又在地方上把全国分为9州、125郡，哎，州设州牧，郡的长官呢，名目复杂多了。按照爵位的不同，又分为族正、连帅和大尹，哎，这是一级单位，等等等等吧。反正就是他改的那些官名啊，我们现在一看了都觉得哟太新鲜了，根本从前没见过，后来也没见过。由于王莽呢自称是皇帝禹舜的后裔，他就尊皇帝呢为初祖，禹舜呢为始祖，由此呢夏商周的井田制呢也就成为王莽的理想田制了。他颁布王田令，把天下田地啊，哎，就称为王田。严禁私下买卖。王莽田制改革的规定啊，特细特死。如果一家中男丁不满8人，土地超过了900亩，这家就要把多余土地交给国家，然后呢，国家再分给这家的本族人耕种。以前呢，没有土地家属依照一夫一妻100亩的标准分配。为了增加国家公有劳动力呢，王莽还颁布了私属令，就将贵族地主啊那些奴婢改称为私属。禁止买卖，违令者流放。本来啊，在王莽新朝稳稳当当继续富贵的地主豪强，看到这些田制法令，内心怨恨，凭什么把我们多余的田地交给国家啊？而且不让买卖奴婢，如果这样我们多出来的土地上交了，那从前干活的奴婢难道还让我们这些把这些人白养在家里，就跟当爹一样供着不成吗？而那些侥幸分到土地的农民心里也不踏实，现在耕种的土地是什么？公家的王田，不是自己的田地，没准呢哪天公家又收回去，那不就白忙活了吗？即使那些最底层的奴婢号称私属，地位是依旧啊，人口买卖依旧在暗中进行啊，而且呢没活干了，境遇只能会更糟。所以呢，即使那最低等的奴婢，那些老百姓也不高兴。当然了，王莽的田制改革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基本实施不了的。3年之后呢，在大臣建议之下，王莽只得恢复土地和奴婢那种合法买卖。而随着这个原来的业主哎索回交工的土地呢，白欢喜一场，那些小农更深受其害，开始对王莽呢是恨入骨髓。王莽经济改革的这个结果，不仅国家没有增加任何收入，百姓最后呢倒变成负担沉重。连正当的营业和埋头苦干那些商人和手工业主呢，也受到他这改革的沉重打击。王莽新经济政策当中最大最致命的败招，就是他的币制改革。王莽的币制改革开始时期啊，不过是想模仿周朝那子母钱，那就复古嘛。而后呢，他又天生奇想，他不顾五铢钱，从汉武帝开始的时候到新朝已经生产了280亿万这个现实。他在国内开始干嘛呢？盲目推行花样繁多的，哎，没有信用的那种各种新货币，林林总总，琳琅满目。而且呢，制度法令频出，一天一个新主意。中王莽之世，新朝的货币种类啊，让人眼花缭乱。
包括什么金货一种、银货两种、龟货四种、贝货五种、全货六种、布货十种，所以呢，货币啊六类二十八种。由于王莽他新朝货币种类太繁杂，名目太纷繁，当时民间老百姓呢根本都搞不清、记不住，所以呢，人们习惯上还是使用汉朝的五铢钱。为此呢，王莽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他自己新朝货币，规定携带使用五铢钱的人与反对井田制的人一样，要遭受同样的处罚，抓到后立刻流放边疆。同时呢，为了限制民间这个盗铸私钱，他规定啊，只要是一家铸钱，五家连坐，而且把犯人和连坐的家属都发为奴婢。为此啊，新朝几年之间就因为那个铸钱而得罪的人啊，被发为奴婢的人就多达数十万人。私铸通用钱币自汉朝建立以来屡禁不绝的。王莽新朝时期呢，由于发行混乱，货币体制繁复，私铸之风啊更是极盛。即使王莽把私铸钱币最后定为死罪，依然无法禁绝民间这种私铸。王莽货币制度改革原先的目的就是在于搜刮和敛财，以此来应付的庞大的军费开支。而且呢，新朝开创性的使用大面值的这种虚钱，造成最大的损害。这种损害是什么呢？这种大钱制度就是通过节省那个铸钱的原料和铸钱的费用等等的手段呢，达到提高面值、减少含铜量的目的。你说多缺德啊！面对迫在眉睫的经济危机呢，王莽在居舍元年就开始铸造锉刀、契刀和大钱，以五铢钱3.33克计算呢，最大的锉刀不过值10.5个五铢钱，但这种货币的流通面值呢，却高达5000个五铢钱。虚发大钱官钱，谁能在短时间内把民间的财富集中到政府手里，却会造成了民间经济的巨大损失，使得那个物价大幅上涨。对于新朝政府来讲，这种手段实际上是饮鸩止渴。所以呢，王莽新朝这个货币改革根本没有遵守货币的基本原理和价值尺度。你想换算比值极不合理，造成流通环节极大的混乱。这种违背历史规律经济政策呢，通过残酷的法令加以推行，最终结果呢，就是哀鸿遍野，声名涂炭，进一步加深了老百姓对王莽个人和他所代表那个新王朝的仇恨。当然了，王莽钱币给后世收藏界留下了不少的奇珍异宝，他在货币中呢多加入锌，使不少种类的货币呈现黄色，而王莽新朝以土德自居，其色呢上黄，就以黄为尊，特别是金锉刀铜质优良，制作精致，形状奇异，高贵华美，铸工绝对是上佳的，而且纯饰也少。由于金锉刀在全币界名声卓著，所以呢，你要说玩收藏的收藏家，手中如果没有金锉刀，你就不好意思说你还是一个重要的钱币收藏家。我呢，本人呢也见过金锉刀，因为我有一阵玩收藏嘛。这种钱币呢是一种方孔钱和刀币的统一体，钱币上面呢，这个有一个刀字，笔画呢婉转优美，光泽呢富丽堂皇。而在它那个柄部呢，平五千有这样三个字，更是比例强劲，字体清晰，篆书的五字铭文，和钱币本身的形制是浑然一体，宛若天成，确确实实是古代的艺术珍品。所以我们马上看到金锉刀，马上就会想起张平子的那诗：“美人赠我金锉刀，何以报之英琼瑶。”咱姐也别说他那个金锉刀了。咱们再说回王莽这个经济改革。王莽这15年的统治呢，他频频使用国家机器和国家暴力手段来维持他的币制改革，那么最后造成的结果呢，就是百姓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所以说呢，如此像王莽这样的书呆子当上皇帝，他能当多久呢？我们下一集再讲。